铺上润饼皮，用红萝卜丝与豆干打底，放上炒蛋，撒上糖粉、花生粉，再来一层肉丝、香菜、高丽菜。正当这卷润饼要把它卷起来之前，撒一点。再撒一点这个绿绿的，有包这个润饼，就是人家的 hot 皮，到底资深买家口中的 hot 皮是什么东西？它那个是搭配它那个润饼的味道。不止彰化包鸡皮，在台中这个润饼业者不仅撒上去，就连润饼皮也要加进去，再随机抽问民众。是水五不知道哎，那不知道什么台？土台吗？哎，那就土台。哎，你知道他台语怎么念？你知道吗？不清楚，虎台哦。润饼加的就是虎台。虎台是一个海藻类，然后含碘量非常高的食物。因为你润饼有加虎台的时候，其实味道会更香，然后跟所有的食物综合在一起的时候，会更match 这样。长得很像海苔的虎台，成为润饼提味的关键食材。不过到了台南，这一卷要改叫春卷，包起来的食材不仅有当下珍贵的蛋丝，还有虾仁、黄帝豆，更有珍稀海味乌鱼子。所以今天特地要来买18个吧。以前更惨，以前他在那边吃，今天这样算还好啦。想要吃饱一点的，在嘉义的润饼卷的是黄油面，苗栗则有包进鲔鱼的润饼。无论是春卷或润饼，都是清明应节的寒食，一卷在手，滋味无穷。三立新闻中南部综合报道。